大家好，我是小酋长，我是凯文，欢迎收听。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哎呀，耶！换凯文说了一个耶，好不习惯哦。<laughs> 好反正今天就是一样，来聊聊我们最近看了什么，然后稍微把这个一些好看的 good shit 推送给大家。就是我们之后如果没意外的话。 可能每个月初应该都会出一支吧，就是讲一下上个月看的东西啊。当然，如果量太多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话，可能比如说月中可能还会再出一个之类的。但嗯哼，可能比较比较固定，大概就是月初会有一个回顾上个月的这样。 因为因现在也没那么多，嗯、都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做，除非是像之前有临时想到什么奇怪的题目，比比如说 BL 那样、個，对，就是那那个都是很临时的。嗯，欸、突然突然认真做下去，才发现其实就是就是我以前我以前就觉得看一些 YouTube 频道，我其实没有很 get 到，就是说所谓那个气化这个工作职务。 就是可能概念是什么这样，然后可能真的自己诶、欸、开始在做一点点这样创作的事情的时候，发现嗯，其实你要去发想内容或主题，也也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像不是说能很被动的获得啦，就是我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就是有点，反正如果像我们这样，就是可能诶、欸、就是固定有看，就是比较被动的获得主题这样子。对，就是想题目本来就是需要花点力气的。 对对对，然后可能，所<以>还有，我觉得我们至少就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题目，就是可能可以，嗯嗯嗯嗯，一段时间就单月回顾，回，对对对，一段时间就回顾一下，这样这这至少是一个可以做得下去的题目，这样，嗯嗯嗯嗯，<对>因为确实一开始觉得好像哎，我们去看的每一部电影好像都可以聊一下，就发现，嗯。 不是每一部去看的电影都很有话聊，<laughs> 其实有时候是运气运气问题，就是你不可能去看的每一部都你那么有感觉了。对啊，这都也是，这是真的就。就是好好看跟你讲不讲得出什么东西，那个有时候又是两回事。嗯，而且而且，方伟发现有一点，有的时候我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有些心情就是，嗯，我觉得很好看，但是就是我好像只能，就是我我会希望我会希望大家可能可以自己去看，所以。 我也好像没办法讲太多那种感觉，对，所以可能确实真的需要一一一定的片的量，可能一段节目才会有一些东西这样。还有，我觉得其实，嗯哼，我会比较想要就是，其实我们提到剧情没差，嗯哼,嗯哼，嗯哼，但就是可以跟大家。 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会讲到剧情这件事，只是可能不需要给听众预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是没有剧透的，什么时候是要暴雷的这，这样这这其实好像不用硬、嗯嗯嗯、硬去分这件事，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嗯、就我们其实不太可能就是帮大家就是避免剧透，我们只能说，如果你不想听某一部，你就跳过这一段之类的。这样嗯，对我，我觉我觉得硬硬去分那个有时候也是。 你会绑手绑脚，我会讲不下去这样。呃，呃，反正我我之后我之后应该会把那个 time code 就是标上去啊，因为我有我我有收到一些就一个人的反应啊，他建议我们可以把 time code 标上去。<laughs> <人>對,对对对。<laughs> okay. 因为我我觉得好像，我后来也觉得好像有一点需要，因为应该说一个直接很直接的讲说啊，他建议我们可以标个 title 这样，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说，诶、欸、他只听了几部他有兴趣的电影，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两位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好像嗯，好像蛮值得标 title 的，就是对。这一次顺便讲到一件事，就是 YouTube 上面，因为在。 那个资讯栏或者就是说明列里边，可我们可以直接标时间，那 YouTube 它就会自动生成章节。所以，嗯嗯嗯，如果你需要跳过什么的，哎，又不想在那边，就是慢慢自己按时间那边划，哎这边拉那个进度条的话，你可以选择 YouTube 停。这样。嗯、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多 YouTube 一个平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个好处就是。 对，就是有有那个时间可以标时间那个东西。嗯，没错，就是也会引导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参观选购。对，但但但我有时候会，因为因为是我我在弄上传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我们通常会可能其他平台先上了，然后我,我 YouTube 还没弄好这样。哦啊、有可能把你。 音讯的这个就是平台，它它的那个触手连接的比较快啊。我只要丢到一个主要的地方的话，其他就会，被被被被它自动审核一下，就自动就会上架，所以其实蛮快的。因为因为我我等于是我还要把声音转档嘛，所以嗯哼，那个要花那个要花一点时间。嗯，然后如果不小心我聊到梗图的话，可能就会想要把那个梗图插进去啊。好，对。 所以就是闪烁的几秒钟，然后对，所以这件事只是跟大家说，如果你你真的有想要跳过东西啊，就是想要直接点时间的话，就是 YouTube 比较方便，这样没错。那、啊、然后好，就是最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今天要讲的东西之之前，最后一件事就是 <laughs> 可以透过三万的赞助连接赞助我们，这样。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应该说这个要怎么讲啊？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节目是挂在三岸岸底三岸底下这样，然后就是最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累积下载的数量有到了一定，所以他突然我有一天看了那个后台，突然跳出一个可以创作盈利，就是创一个连接给大家抖内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请我们喝咖啡的。<laughs>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嗯、呃，他是这个有有闲有闲钱在做就好了啦。对，他最低是五十块啊，还是多少？对，最低是五十块，所以我就设最低五十块这样，就是好像也可以开放粉丝制定金额吧？你想要？<对>想要但但自制定金额好像也是不能低于五十块，好像是。如果 超过超过五百万的话，你可以直接从 IG 那边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会直接把账户告知你，这样我们可能就不会被商号抽成，这样对。<laughs> 非常感谢你们，啊，也很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嗯，也可以把钱钱留着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错，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啊，如果。 真的不想进电影院看，就是想要比较安全待在家的话，你也是可以花钱订阅一些串流平台的。对对对对对，一直在跟大家宣导。对了，就是鼓励大家花点小小小钱钱，获得正版管道。反正我是我是觉得现在约这种就是好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机制都蛮方，各个平台都应该还算方便的、啊、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花下去也没有真的到超级多钱啊，不一定啊，这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好，每次讲到这种好像要讲要讲很绝对话的时候，都会都会打脸自己，这样就是每次这样。<laughs> OK，你你是说你吗？ <coughs> 对啊，我每次都想，我都我每次都想讲说，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怎样怎样，就是不会太怎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嗯，这好像都是我自己觉得，算了算了，我就我就要赶快收回这句话，或者是再补述一下，这样就很无聊。对，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这一集只有一部电影，对，所以我们就放在最前面。我们去看了，我们一起去看的。 漂亮人生，嗯哼，它英文叫做 “flee”，就是逃走的那个字，“flee”。<lee> 对，然后它是一部纪录片，但它是用动画形式呈现的纪录片对，那、嗯<哼>啊、至于为什么这样，就是这等等一下会讲到。然后、嗯、<哼>它如果要分国籍的话，它因为它其实有几个好几个语言，它制作方有好几个地方，但。 如果从导演来看的话，他他是丹麦人啊，所以对，啊，他报奥奥斯卡也是报丹麦的，所以对，应该就算、嗯、哼哼算丹麦片对。嗯，我我其实先想想要先讲的一件事就是，你觉得他用动画呈现这个故事，这这个事件也真实的事情，你觉得那个形式有影响到你进去这个故事吗？欸、其实不会，我我一开始我一开始听到。 就是因为，因为当然，我们一开始看的动机不是，就是说，诶、欸，因为他就是入围奥斯卡奖，所以就是诶、欸，我们希望在颁奖之前，诶、欸，因为台湾有上映，所以想说有机会赶快在颁奖之前先去看，这样，就动机原本是这样。然后我当初听到就是啊，纪录片，然后又是动画作，然后我就我我心中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怎么有人这么这么这么掏假播这样，就是。 又又拿又又入围什么最佳动画片，然后又入围最佳纪录纪录电影嘛？就是我觉得我想说怎么怎么可以这么坏这样，嗯、就是然后，但是我去看了之后，我觉得诶、欸、不会，我觉得不太会影响进进不进去电影这件事情，我觉得啦，因为我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嗯、我有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形式让我跟那个故事有一点点距离，这样。 哦，就是，尤其是我觉得他他的那个动画，因为他应该是真人拍，然后后制成动画的。对他，他有一点像，就是、他有点像有一些那种，就是我报好像电玩嘛，还是的那种类类似的，就是一，对对对，也不也不是动态捕捉，那个好像是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跟动态捕捉有点像，但不是动态捕捉，因为动态捕捉是要在人身上粘东西嘛，嗯嗯直接对对,對，就是感应这样。 可是它那个好像有点像是后置转成动画，對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上是，对对,对,对，很很像，很像就是挂了某个滤镜的感觉，就是嗯之类的。你挂某个滤镜，然后那个人就会变动漫角色那种那种滤镜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小小影响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动画的帧数没有很高，所以哦，会微微的顿顿的。对对对，他就，他但我是我才说，<我>嗯<哼>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 他故意的风格吧，哦、但我我我我会觉得那个那那个帧数有有一点点影响我进去，就我觉得他很像那个就是有一些那种就是电动玩具电电玩里面的那种就是转场动画，然后它里面可能就要讲一个古老的故事，这样嗯嗯嗯什么哎、欸、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像那种插画的风格去呈现一个。 短故事的那种、那种、那种,那種场景，嗯哼，就是你会做，觉得做的比较也不至于粗糙，但是就是它它不会是那种流畅的感觉咯。對,对，就是就是它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在看什么动动漫那些东西，就是的的那个流畅度，它对对会稍对,對,對它会稍微顿一点点这样，就但也就是一点点而已。对对对，就差一点点。嗯哼，好，所以就是那个形式，反正大家可以。 知道一下，知道他是这个形式这样，就是也许为了这个特别的样子去看也 OK 了。嗯哼，然后就是导演这个这个丹麦导演是这他拍他朋友的故事啊，对对，他朋友是对他朋友是一个从阿富汗移民过去丹麦的人，他他等于是他拍他讲他自己的事情。嗯哼，可是大家听到阿富汗，也许会直接联想到去年。 哦，这已经是去年了。你看时间真的快，就是半、嗯、半年多以前发生在去年夏天的事情，就是阿富汗又被塔利班掌权这件事情。可是跟这个跟塔利班有点关系，但不是 right now 的事情，是因为导演拍他朋友，就是他朋友、呃、哦，我们把他朋友叫做主角，然后这是这部片记录的对象就是那个主角他是已经移居丹麦可能一二十年了这样。 嗯哼，所以他等于是在讲述他小时候的事情，对，呃，很小，嗯、对对对对，小时候的事情，对，因为因为这是他等于他在讲述的时候啊，这个动画就等于哦、呃、用动画的形式演出他讲的东西，这样，嗯哼，我觉得可以稍微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可能不一定大家对历史背景都那么熟悉，所以很快的、很简略的讲一下，就是近代的阿富汗算是。 英国跟沙皇俄国，就是两边都还是帝国时期的时候，算是有点争夺的势力范围。啊，后来英军离开了嘛，然后后来沙皇被推翻，就变成苏联，变成共产体制这样。可是，就是苏联一直在阿富汗那边都还有想要，就是干涉那边的的状况，就是他想要在那边扶，就是扶持自己的势力。 那、啊、可是进到苏联这个进到苏联这个阶段之后，就是冷战时期嘛。到了冷战时期之后，就会有美国加入了这样。所以阿富汗在比较近代的时候，其实就主要是美国跟苏联的角力的场域的。嗯哼，啊，苏联会在那边扶持自己的势力，美国在那边扶持自己的势力。所以讲白了，就是用现代大家比较听过，就是代理人战争、啊、其实就是代理人战争。嗯哼，像那些什么圣战士。 也是美国在那边扶植的一些势力，这样。嗯哼，所以当初阿富汗就很多派别，就是内部打来打去，内战的状态，在那个时候也是等于让塔利班在那个时候崛起的一个因素，这样。嗯哼，后来甚至一度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有点呼应现在状况，就是苏联就是他们。 原本是打代理人战争，然后苏联在如果详细的年代的话，就是一九七九年，就是苏联真的入侵阿富汗，嗯、<laughs> 就是他们他们真的军队就军队就开进去。那那个在电影里面其实前面有稍微讲一下，就是苏联苏联就直接开进去了，嗯、<哼>然后打了好像十年，就被美国在那边扶植的，就是一些圣战组织，就是把他有点像逼他撤退了这样，所以苏联入侵十年之后就离开，嗯、<哼>可是。 苏联离开之后，阿富汗境内还是一团乱，所以，嗯哼，嗯哼，这个主角逃离的背景就是在那个内战状态的阿富汗因为我详细查那个年代，他离他他们一家人打算离开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九零年代初了啊。那那时候刚好就是苏联离开没多久，因为苏联大概是八八九九零的时候离开，就是苏联要解体的那时候啊，所以那个九零年代初。 刚好是苏联撤退，然后阿富汗一团乱的状况这样。哦，所以所以他们所以他们有躲避的是阿富汗一团乱，比较不是说要躲避。对啊，所以他们去去了去了俄国。所以你看那个呃，主角的哥哥不是也有被征兵吗？啊，可是那个征兵好像到底征召他的是谁？<laughs> 对，好像硬要讲的话，应该算是当时所谓的政府方。可是。 当时那个政府方也是一个很那那个政那个政权状态是很不明确的，就是到底是谁、oh. 到底是谁控制这里，就是那那那个问题很大。这样就是当初那个时候的阿富汗，就是一堆一堆势力在争争夺所以哦，oh. 对对，因为他<们>因为因为他爸他爸就是被消失了嘛，就是嗯哦对，就我没有这样我这样我听懂，就是他是要逃离就是很混乱的阿富汗状态，就是。 就就是他们他们要逃离的那个时刻，比比较不是说呃，好像真的发生了一场什么什么明确的战争，比如说选择选择卢乌克兰被俄罗斯打这样，他们那时候比较像是苏联撤退后的阿富汗内部自己的问题，嗯哼，啊当当当然那个问题是也是跟外来势力有关系，只是当时的状态，如果单纯来看的话，就是阿富汗内部自己。 就是彼此在那边打来打去的问题。流局啊？为什么啊？对，就是刚才有讲到，他们想要偷渡出境的首选，为什么是苏联？是因为当时跟阿富汗比较交好的国家很少，就是哦，所以最最能够最能够取得的就是，那好像电影里面有稍微讲到，是他们最能够简单取得的签证，其实是啊，其实是苏联那边的。 嗯哼嗯哼，哎、嗯、不、欸、不是苏联、啊，那时候苏联已解体，哎、欸、这是俄国了，对，嗯哼，嗯哼所以他们他们原本是就是以以俄国为为目的地要出去啊，结果大家如果有对一些就是非法移民的过程，就是人蛇集团那些东西有稍微听过那个故事，就知道那个过程就是嗯很曲折，很烈对对对，譬如说就是什么关在船的甲板底下，然后你你就是要。 假装自己是渔货这样子，就是关在那个关在那个船的底下，然后三天三夜、五天五夜就在海上漂流。那一段我真的是直接想到那个奴隶船。嗯，对，真的真的就是跟那种状况。而且我我我觉得有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各种就是要因为要流亡嘛，就是要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过程就是。 他写他讲的很 detail，而且我觉得 detail 到就是说，我们可能都在各种新闻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可能可以看过一些，就是像刚 Kevin 你讲的，就是可能非法移民的过程，嗯，待在船上面啊，或者是装在货柜里面啊，或者是甚至什么带你翻山越岭啊，走过很很奇怪的山路，你要刚好偷偷跨过边界，就是就是我们可能都、嗯。 知道这些事情，或者是知道是这样运作，但是呃，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 detail，就是真的营造出那个蛮紧张的气氛，跟很无助、很绝望的那个氛围，嗯、我觉得是营造的蛮好，所以就是你真的会替他们的这个过程感到担心，因为呃，就我觉得，所以就是蛮蛮，我自己觉得有，我觉得代入感是还 OK，就我真的会有点替他们紧张，就是哇天哪、啊，然后因为。 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所以，啊、呃，你要你要走好一点的路线，你就花比较多钱那、啊、大家都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那你又没有很合法的身份，各种工作什么的，就是其实就需要人家帮忙啊。所以就是只能很勉强的过。就是我我觉得那个那个过程啊，就我觉得那个过程，然后最后那个瞬间，就是有他可能先送了某一批家人要过去别的地方，可是。 根本就不是像现代这么有发达的通讯的那个时候，他非得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才这样子什么打一通电话回家。就是我光想的那个在等的那一批家人，真的是而且是会有点头皮发麻，就是很纠结了。三天、四天、五天，你那个电话都不响。 然后那个想起来那个瞬间，你就是真的会跟他一起，我我是真的会跟他一起有一点点开心，这样就是哦，好家在他到了这样，嗯嗯、对我觉得气氛营造的部分是蛮好的。哦，然后刚讲到这是什么经济，就是金钱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这这有个微妙点就是哦，因为他们就是经过很多国家嘛啊，但后来就是真的有跑到成有成功进入俄罗斯这样。 但到后后来为什么会跑到丹麦去？那、就是另外另另另外一件事情。但总之，他们有對對對有一度真的进到俄罗斯嘛？可是有被俄罗斯的这支军队就是算是拦下来。然后有一个微妙的事情、就是嗯就，就是好像多亏了，这多亏要打个括就是多亏了俄罗斯的的那个军队还是警察警政体系有点腐败，就是他们还还可以透过。 这是什么贿赂一点？<脆弱 S 1> <laughs> 就是好像因为这样，有点就是逃过一劫的感觉。对，就是没有没有被送回去。嗯、對,对对，这真是蛮讽刺的，就是 <laughs> 我我觉得我觉得蛮讽刺。的，然后那个警察就是很非常腐败，然后这真的是那种什么可以塞钱那种。就是对照现在，就是对,對,對,對的状况有点。<laughs>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东西算 focus 蛮好的，就是、嗯、就是因为主要都在讲那个。 就是说，他怎么最后这样子辗转之后到达，就是丹麦，跟他的就是他的其他家人怎么去跟怎么去到就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亲戚那边？因为他们后来分散了嘛，就是。 对对对对,對，因为他们就是有点像没办法一起出去啊。如果只是分开出去，有时候就会跑到不同地方。对对对,對，大概这样的。对，反正详细也是大家自己去看掉。反正我觉得，我觉得，但是他还是有有描述到很很少一点点，他看到真的是很就是俄罗斯警察很残忍的，就很不人道的情节。但是很很少了、啊、一点点而已。但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东西 focus 蛮好的，然后这种种这种种经历，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整个剧情主要的基调的起头是，就是落在这个男主角男主角好像叫阿敏吧，就是阿敏要跟他的、哦、他在化他在化名，应该是化对对化名应该是他要跟他，就我觉得整个整个基调就是定定立在就是阿敏要跟她的男朋友结婚这件事情上面，但是他一直出现一些。 问号，然后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就是他在透过跟导演的对话，然后最后去挖出他那个问号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好像已经有一个几乎很幸福的家了，然后他为什么好像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然后透过这一段，他去揭露他怎么这样子辗转流流离，各种各种奇怪的漂流。 然后到达丹麦这块土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得到那个答案。这个要讲回，就是最刚,刚最一开始讲说，这部片是导演拍摄阿敏在讲自己的过去嘛？对，这个是这个等于是以片中的讲法来说，这个等于是阿敏第一次向外人透露的意思。意思是说，他这之前，嗯、他这之前讲的都是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对，就是呃，简单用很简单的说法，就是说。 其他人都以为他的家人都已经不在了，但但但结结果不是，是是他们都生活在别的地方了。他等于是有点像把他的身世算隐藏起来，这样。嗯哼，然后当当初会这样，就是应该就是为了比较快取得，就是哦，因因为你就是完全无依无靠的状态，可能比较容易取得就是拘留或或难民身份之类的，这样。嗯。 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可以提的事情就是，哦，就你刚你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一部的主角阿明，他等于是有一个，他等于是在丹麦有一个同性伴侣。阿、啊、<对>阿明是个阿明是个生理男，这样对。就是、嗯、<哼>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这一部在一些比如说呃什么宣传文案啊、预告之类的，其实都没有很刻意强调他的这个身份。 嗯，就他没有，嗯、他没有非常凸显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對,对对，这这这个故事等于就是，他就是一个简单的讲，就是他是一个难民的故事，他只是恰好发生在一个男同志身上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對,对对,對他只是对，只是刚好具有那个身份，当然这个身份还是有为他带来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因为这个身份，在比如说，因为他前面有一段时间有稍微讲一下他在阿富汗的小时候生活嘛。 所以他有在讲说，他他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啊什么的，但也不太敢跟家人讨论啊什么的，有稍微讲一下。对，可是那个就是没有很深，就是性别议题在这边就没有很深入。然后他那个等于就是他的一个身，他的一个诸多身份之一，就是哦，他是一个阿富汗裔，他是一个男同志，他是一个什么什么，就那个只是他的一个诸多，他喜欢男生这件事只是他的一个诸多性格之一。 这样而已。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就背景介绍了，就是这也我觉得这完全不影响。就算就算今天他换成他在丹麦找到一个，对，他是他是喜欢女生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故事结构是，对对对，一模一模一样的。对，这这其实不是重点啊。当然当然还是因为这个身份，所以当然他还是有加一点点，也是很微少的，很某一些。最后他得到。 一些家人的就是对待这个身份的呃反应，还是有加一点点的、啊，但是就是少少的、啊、一点点。对我觉得这是，这我觉得这个这个内容是一个不错的检视，就是你你你自己去，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话，你可以去检视，就是你自己会不会对这件事情觉得很跳。这样，我觉得、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检核点吧。就是如果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很特别，那你可以去想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很特别的。 哦，oh, 好好好，就是 <laughs> 对对对性，性性别导师，我们请 Kevin 来补这一段，这样，因为因为我我只在想说，如果因为像我去看，我就觉得还好，就是嗯，啊，就就就就,就喜欢男生了，就其实其实也没有太多好讲，的，就是因为主要就是大家如果太少接触，或者说只是生活中没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人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oh, 没错，你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多特殊的存在，但其实实际上不是。 我我我觉得那个某种程度，这这要讲下去可以讲很多啊。但我觉得那某种程度上是近代在讨，就是我说历史这个近现代在在刻意把性少数框列出来的一个算是后遗症吧，就是。 哦，会让某些事情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特殊，各式各样的性别表现、情欲表现都是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是我们以前不会刻意把它标签出来，不会刻意框列出来，这样。有，嗯哼嗯哼。所以，如果对于不熟悉的人啊，加上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方式，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特殊，但其实那个特殊也没那么特殊。 对，呃、我我突然想到，我觉得很用一个很简单，就是套一句，就是 part time 腐女讲的话。如果不知道 part time 腐女是谁的话，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就是点阅率最好的毕业楼特辑。<laughs> 对，嗯，就是，就他以前跟我讲过，就是他他对于就是,就是同性恋，或者是就女生跟女生交往，他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原因是因为他以前待的环境，就是他他以前高中念女校，所以。 他就看过蛮多这样这样的案例，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的事情。我我觉得真的真的是跟环境很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也是可以稍微讲到，就是通常都会讲到一件事啊，就是性少数在性少数族群在现实生活中的现身是很重要的，就是我我展现的那个现，就是现身是很重要，就是但不是说大家都非得要出柜啊或什么，那那个都個是个人选择，可是。 有这样的族群的代表在各不管什么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这是这是让大家知道，只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嗯，对对对,對。所以当你有接触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有什么奇怪的。所以真的环境的耳濡目染好像怪，就是环境的熏陶是很重要的。这样嗯哼嗯哼，嗯嗯嗯，对对对对。好，就是、这件事我们就呼吁支持。嗯<這>。就是 <laughs> 因为这个只是对啊，这一步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这样而已。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就觉得，哎，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不错的检视机会，这样你可以 check 一下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是是没错，对对对。总之就是推大家去看，因为现现在应该场次不多啊，但是有机会还是可以看一下。而且。 片长短短的了，九十分钟而已，然后不会很有负担。它也是近期难得的九十分钟电影。对对对，我、哦、终于有一个看的时候水量控制不用太焦虑的电影。嗯、虽然哦，然后最后补一下，就是虽然最后那个他在奥斯卡是没有得奖的，但嗯哼，就是他他有入围纪录片、国际影片跟动画长片的，嗯哼，对，应该是三项但虽然没得奖，但他在几个。 它几个比较大型的，就是动画奖项有的、啊，像那个什么法国的那个，诶是法国对法法国的那个安安息影展，安息影展是动画界的一个很大的，就是你说动画界的奥斯卡这样，大概大概有点那种等级。哦、对啊他，他也是有在安息他在安息影展拿到最佳影片，所以好东西，对好东西，好东西。哎，我们刚刚有讲说，最后我们要讲就是关于他做成动画这件事情。 哦，对，好好没讲到，就是对对对对，嗯哼，那其实其实刚大家应该刚听得出，就是多多少少听得出来，就是动画这个形式有点像是稍微有一点帮他匿名的那个效果，这样，嗯嗯嗯嗯嗯，嗯对对对，主要是让他的身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辨认啊，因为因为其实讲白就是他等于有点对他的出生背景是有点说谎的状态，对对对，他才取的<才>他才有办法有因。 因为也不，这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啊。但是他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他才比较容易取得丹麦的，就是不知道是难民还是居留权之类的。嗯，对。然后再加上他的四散的家人也都是，应该不是太合法的状态。嗯，因为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定他其他家人到底怎样，但嗯，可能也、嗯、可能也都是可能以各地的类似难民身份。 就是流，就是在不同国家这样，所以对对对，就不确定。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就是为什么要用动画，就是不确定他的身份被揭露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主要是这样，没错。片中其实没有很明讲，但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明确的原因。应该是啊，在就是我们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有个小小的讨论，就觉得说，嗯，就就觉得他也是一种。 形式可以重现一些就是完全不可能重现的镜头啊，应该这样讲，就是哦，这是回回忆的部分，嗯，对对对，不太有个跟拍团队嘛，跟跟着你们这些人设集团去拍你当初到底怎么流亡的，对，就是嗯，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呈现方式，然后可能就是而且有而且有那那时候，哎、欸，我忘记 Kevin 你有没有讲这段话，就是你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点让那个太。 太残酷的那个状态，有稍微有稍微隔一层沙的感觉，就是不会这么有啊，应应该有，就是我总觉得好像你有类似讲这样，就是不会不会这么直接啦，不会这么冲击啊。但是我我觉得就已经够 <laughs> 看的时候，就还是已经蛮焦虑、蛮紧张的。就它不是用真人去演出，它是它是用动画的形形式呈现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让你可以保持一点距离啊。 嗯，不是不是直接的看到，比如说什么战场啊，或就是呃逃难的时候的的那个惨况这样。嗯，对，可以可以去看，不错不错，不错蛮蛮有意思的、哦。对，接下来就是影集的部分哦，由我先来推荐一部，那这个应该已经是非常多人推荐过，已经有点 delay 的《和平使者》（Peacemaker），HBO 的，对 HBO 的。 很赞的英技，这样，然后这个是有我们的赵喜娜主演，<laughs> 就啊，他一直讲中文真的超级强，但是他其实又讲的不差，他其实算讲蛮好的。他在剧里面有讲中文、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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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你是说现实现实的他哦？就啊、<好>各种诶，他从以前就有了，就是。 因为因为我以前有看摔，我以前就有在看摔跤，所以我就知道他。然后我我都我就他真的他反正他就是主角啊，他他算是那时候 WWE 的大主角，所以那时候就会知道他一些短片。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跟。 他跟他跟对岸中国的连接感觉蛮深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以前好像我这我这我没有很确定，这我自己我印象中，我不知道他是有去中国玩还是干嘛。所以就是他就是中文蛮蛮会讲，他好像还跟那个什么烤鸡店的老板，然后点炸鸡还是点烤鸡，对，他就用中他用中文点餐呢。就我看过这个短片，就是啊，但已经太久远。对，反正这个是我要推荐的第一个影集啦，然后。 呃这个应该很多人已经讲过，反正他很一样，还是很简单讲下，就是、他故事大概就是接续那个电影版的那个自杀突击队，嗯，对，集结吗？是不是要多一个集结自杀突机队？哦，对，讲到片名，就是他的片英文片名也是，就是原本是 Suicide Squad 的嘛，啊，他就变成 The Suicide Squad，、嗯、<laughs> 是多一个冠词、哦，对对，就是反正就是故事就是接续。 里面就是打完就出完那个任务之后的故事啊，然后嗯、呃，我觉得一开始看影集会觉得有一一喵喵卡卡的，因为因为在那个自杀突击队电影里面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就是 Peacemaker 这个角色就是毫不留情的那种各种就是杀人，这样就是诶、欸，他有杀人吗？那应该有了、啊，有了，就对对对，有有有，反正。 大量的他各种杀，有一段在丛林里杀很多人，对对对对对,對，就是反正就是各种杀人然后就是你就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人这样子，然后杀人不眨眼。可是，一转到影集的时候，反正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如果大家有看电影，会可以去看电影，就是他最后其实有一有一段就是跟那个。 在之前的《苏伊塞斯瓜》就已经有的那个带队的队长，应该是吧？对，他在他在前面旧、oh oh oh, 的《苏伊塞斯瓜》j o k i n g 他们演的那个，对对对，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些有一些恩怨，就对。然后就是因为好像我觉得好像是经历过那个事件之后，他来到影集的版本，就是影集就其实就接续电影后面的故事，就对。然后他开始很怀疑自己，就是这样杀人或者是。 使用暴力到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电影转到影集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因为就是拍电影跟影集里面，其实呃某些调性很不一样啊。当然，就是那个非常有种族歧视啊、种族主义的那些，或者是讲各种歧视女生的笑话的那个层面，完全没有少。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哦、的。他的他的设定好像就是一个什么。 白人至上主义者之类的，呃，没错没错，因为他爸爸就是哦，对就是他里面有一些，哦、他里面有、嗯、其实这个这个、这个、主题就是他其实整个影集大概就分成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他们要出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就是贯穿整个影集的过程，然后嗯，在另外一块就是有一点像是他起源故事，就是他在解释说 Peacemaker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哦、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 有一点像，有一点像视觉失调啊，就是他一样是有一点点心理心理疾病、心理障碍的，嗯、<哼>对，有一点点类似这种事情。所以，嗯，大家都，呃，我我我有听过另外一个跟我说很好看的，人，就是他很喜欢的片段。当然，就是那些他很夸张的演出啊，讲很很扯的笑话，很歧视的笑话，就是这一块，当然就是大家都蛮喜欢的。但是，其实蛮多人更喜欢的，好像就是他那个比较。 比较比较 deep 的那一块，就是在关于讲他一些他童年啊，就是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起源故事的部分。对，嗯，所以，嗯，再来，我觉得可以蛮推荐大家的一个一个，我觉得你想要确定这个影集是不是你会想看的一个很简单的确认方式，就是你喜不喜欢星、嗯《星际异攻队》？嗯嗯嗯，因为他也是 James Gunn 的。 对，也像也像 James Gunn James g u n 的作品，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那个调调有一点点像，就是诶，James Gunn 在《星际义工队》那个星爵他是很喜欢，有点是那种八零年代的老歌吗？《舞曲大帝国》。对对对对对。然后呃，在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Peacemaker 里面的设定就是，Peacemaker 喜欢那个时代的摇滚乐。 好，<laughs> 就是我我不得不称赞，就是我觉得 James g a e o n 真的是我我我自己觉得，好像就挑选音乐或者是加一些配乐的那种，我我就是觉得品味很好。我我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我就是会很，我觉得很开心。像我以前看《拉拉链》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我觉得，就我我会我会觉得那个那个导演或者是这个团队的人，就是他们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品味很很集中嘛，或者是你才有办法。 搞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那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地方很出彩，就对，就我很喜欢呢、啊。嗯，就是他他的东西蛮有特色的啦。对，James Gunn，、嗯、就是我觉得我我不知道，我觉得以目前看下来，感觉风格还算明确。嗯，《星际义工队》，然后跟我接下来看的这个《p e a c e Maker》，对，好，呃，最后我我有点想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就是就是我我对摔跤选手转战成电影明星的。 这件事情，哎、欸，应该我觉得现在比较红的就三个吧。第一个就是 The Rock，、嗯、就是巨石强森。然后第二个就是巴蒂斯塔，就是、嗯、然后巴蒂斯塔也有演星《星际异攻队》。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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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蒂斯塔也有演《星际异攻队》。然后那个再來就是 John son,、欸，不能讲<後>不能讲也有演啊，就是他演的《星际异攻队》。那是对对对啊，对对对，他哎，James m e s g 是等于是。 漫威跟 DC 都有东西的嗯，嗯哼嗯哼，对，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我觉得 The Rock 就不用不太不用不用介绍了，就是现在就是商商业片的很主要的常客。嗯、然后其实我我自己里面，我目前呢、啊，我心我心中现在评价最高的是 The Rock，呃不不不不讲错了，是 Barista，因为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好像 r i a n Gosling，就是我觉得他他选到的角色都就是意外的很适合他。 他比较会挑片的感觉，对，就好像跟 Ryan Gosling 的选片是不是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调调，对，就是他他没有拍太多。讲 <laughs> 他比较会选片，就意思就是在讲巨石强森比较不会选片、啊，<laughs>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嗯、好了，是巨石强森的角色都长那样，对，好像是呢，形象都一个类似这样子。好、啊，这样说好像比较好，对对对，这比较出来的，的对，比较惹怒。 The Rock 的影迷 <laughs>，对，就是哎、欸，对啊对啊，就是就是就真的 The Rock 那个角色就很像，就是他就是很很就大大直的，然后不是不是演什么警察，不然就是演就是其實就是硬汉类型的人的人啊，对啊，硬汉类型的，对啊，哇，然后反正反正把 Tisa 戏路，我觉得就是哇，每次都很很不一样，而且都觉得哇，很适合他。你刚刚讲，的让我告诉你，他们两个有出现在同一部电影啊，就是《二0四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我要讲就是我大概最喜欢就是他在二零四九里面的样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只有<是>虽然只有前面一小段，但他的戏份就是、嗯、你会记得很清楚。嗯，我就觉得那个被送去挖矿的仿生人就是长那样，就是要这么大的肌肉这样，那 <laughs> 很赞的我觉得我觉得把 T 字长得真的蛮赞的。他他其实连他演了两部那个。 导演的片、欸，除了《二零四九》以外，就是他在《沙丘》有一個角色，也有一个角色。有对对对，有有他他他有演沙丘，对，就是对演那个坏坏将军对的底下的，对，就就那那一边的啦，应该讲错。对对对对对，<边>就比较比较黑暗的那一边，都灰灰暗暗的那边。<laughs> 另外一个家族了，他们是不是分家族啊？就是比较坏的那边那个带头的，就是一个会飘起来的人。<laughs> 对对对，飘飘起来的。 那那个他底下大很大坨，对,对对，巴巴蒂萨就是他底下的人之一，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反正我觉得现在新的这 j s Cena，我觉得好像也走出一，就是有开始走出不一样的路，就是因为像之前他就是都一起那个 we a R e Family 嘛，就是 <laughs> 就以前好像有演过一些小小的那种比较、嗯、比较。 搞笑的电影啊，但我有点忘记，就我总觉得好像有，但我没什么印象。对，就是一些一些比较比较没什么记忆点的东西，应该是我们我们可能也没看吧，就小小的喜剧电影吧，好像是哦、喔。嗯嗯、对，然后后来就是比较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玩命关头》。对，嗯嗯，反正、嗯、我阿九最后表演反而在推荐把 T a 没关系啊，就我觉得庄 C 呢。 在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做出很很微妙的个人特色，这样，然后鼓励大家可以去看《Peacemaker》，然后建议片头曲都不要跳过，你多看几次，你搞不好就会跟着跳了。对，因为片头曲就是跳了一段很腔的舞这样子，然后感觉那个时候有在追的人都会有一点想要练习的感觉，因为就是简单的就是一个舞蹈就对了嘛。 嗯哼，嗯，哎，好像是有续订第二季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看。对，就是这一部已经确定续订第二季。哦，然后，嗯哼，因为刚刚有讲到巨石强森嘛，所以顺便讲一件事，就是他，因为他之后也演 DC 的一个角色叫做黑亚当嘛，就是已经有片段了，嗯、<哼>对，已经有片段，Peacemaker 跟黑亚当的有可能会有交集。我、哦、有人在 Peacemaker 里面好像有发现。 跟黑亚当的故事相关的一些彩蛋的，就是不是那种直直接在，因为我没看啊，这、就是、我、嗯哼嗯、哼我是看报道看到的，就是它里面好像有，就是黑亚当故事里面，就是原著漫画里面会提到的东西，在一些类似背景的的东西里面，哦、我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是报纸还是什么广告，反正就是那个画面里面的东西，对啊，哦，因为有有在看美漫的人才会知道那些东西啊，所以。 嗯哼，就有人据此推测，应该是两两个作品会会有所交集的。狗波没有机会的，因为反正 The Rock 已经他也不拍，亡命关头他不想要跟冯迪所当 Family 了，嗯、<哼>所以狗波时间很多了我，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大 WWE 的巨星，只、就是对是在在荧幕上对同框。OK，希望可以，嗯、希望。 The Rock 拍的这个黑亚当也可以走出稍微不一样的戏路、嗯。我、哦欸、一直讲，好像他戏路很狭隘，这样、嗯、其实好像应该也没有这么夸张啦，只不过就是形象比较雷同而已啦。好了，我要、嗯、我赶快消毒一下、嗯。<laughs> OK，好，下一部我想要讲 Amazon 的，就是最近刚播出第二季的，它中文名字应该是叫做《上传天地》。 啊，英文叫做 “upload”，就是上传的那个字。嗯哼，它的剧名算是有蛮明确的吧？这这部剧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讲出来，就是它那个架构大概是在一个近未来，就是没有非常远的未来。就是你在里面看到，比如说城市啊，那个街景，大概还是跟我们很像，只是它多了一些，比如说高科技，比如说自动自驾车啊，呃嗯 然后跟这个上传天地这个名字比较有关的，就是跟上传这件事比较有关的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命名，是因为那是在一个已经出现，就是可以在人死前保留意识的这个技术这样。然后，嗯，他他会叫是叫做上传天地，就是当时的世界就是哦，有一些科技公司他们打造出一些虚拟实境，然后，嗯哼，呃。 你死后想要保留意识，你想你的意识还想要活着的话，就是你可以付钱给那些公司，然后你的意识就可以永远的活在那个虚拟世界里。这样，嗯、<哼>所以那个上上传天地就是这个意思。<laughs> 然后这一部其实虽然是一个就是这样看起来有点高度科幻的声音，但它其实是喜剧了，就是以听起来稍微不是 punk，对，很很有那个感觉。可是。 在我查我查的画面，就是一点都不 cyberpunk 这样，就是 <laughs> 就是它的美术就比较没有那么 cyberpunk 的感觉，而且 ber,、嗯、要能够被归类为 cyberpunk，其实要一些，因为 cyberpunk 经常跟一些比如说反乌托邦的题材合在一起，就是它会對對對對通常会在一个什么高度集权啊，就是一个、嗯、有一个有个政权控制的一切这样，但这部没。有。嗯 嗯，对。可是，cyberpunk 里面经常牵涉到的，比如说阶级或贫富差距，这里面是有的。哦、嗯，就比比较，它表现在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而且画面看起来比较明亮一点，没有没有像平常看到各种 cyberpunk 的电影都画面会比较灰暗一点点，嗯、或者是比较霓虹一点点，嗯、就是所谓的仿未来东京的那个感觉的。嗯，对。 然后这这一部的那个创作人其实就是，就他比较有名那个那个创作人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史蒂夫·卡尔演的那个《Off The》呃，《The Office》就是办那个一个办公室喜剧的样子。嗯哼嗯哼，huh, uh huh. 对对，那那个也是一个喜剧的，就是大家要讲到喜剧的话，会很常讲到一一部这样，但那部我没看过，但我只是想要讲说，如果有人知道这部话，大概就懂那个。 因为这一步也是有一点职场的成分在这样啊，对，所以所以我要讲一下他大概在讲什么，就是那个主角是一个算是 IT 产业的吧，就是城市设计师这样。然后他有他有一天就是坐自驾车的时候出了车祸，然后受重伤，所以他就呃他就送到医院去嘛，然后他呃他女朋友很有钱，所以他女朋友就直接在。 现场告诉他哦，我已经帮你就是买了那个服务，这样就是哦，这、就是要要直接把它上传的这样子，<laughs> 就是他他他已经对他已经帮他定好了，对不对？好，所以总之，哈，他他就在医院，就是因等于是那个世界的医院跟那个呃上传意识的公司都有合作，你可以在医院现场就做这件事情，对，对，好，所以总之他，他他的意思就被上传了，他就就是。 这部戏的主要场景就是在那个数位的世界里，对，那那个数位的世界好像叫做 Lake View，、嗯、<哼>就是湖景。对，因为因为那是在一个湖的，嗯、<哼> <laughs> 就他们那些,那些意那些意识被上传进去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在湖边的豪豪宅这样。啊，你还可以跟就是所有被上传到那个世界里的人互动的意思，对，嗯哼，就是等于他就是让你哦。 你你的意识还可以像你原本真的活活着的时候这样的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样子？哎、欸，那他他女朋友有办法跟他互动吗？还是他女朋友也一起掰的？没有,没有，没有。哎，他女朋友没有，不是跟他一起发生车祸，是他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然后他，这、嗯、是他接到他他接到男生出车祸的消息，然后他就去，他就去医院。他被上传之后，他女朋友还可以跟他有互动吗？ 外界的人，比如说呃，假设你你是被上传了，你还可以跟你在世的亲人，只、哦哦、是透过类似你在世的亲人，等于就是穿戴 VR 装置可以跟你互动。哦哦哦哦哦，好，我了解，就是 <laughs>、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VR 世界。现实世界的人就会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Avatar，就是化身，就是你会有一个。 化身在那个世界里的投影的样子，留局留局留局，可以跟里面的人互动。嗯，反正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设定啊。好，但女女主角其实哦，这一部是有男比较明确的男女主角，但女主角其实不是他女朋友。哦，他他们等于那个数位世界是还是要有后台的管理员嘛。嗯哼，要得有一个公司来维护，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会。 都会分配给一个他们称作天使的客服人员，这样 <laughs> 就他们只要他们只要呼叫 Angel，他的客服人员就要回应他这样，嗯嗯，啊，他们的客服人员每个人也都会有一个化身、啊，对啊，但基本上就是跟他们跟他们现实世界长得一模一样的，嗯哼，啊，所以那个他的 Angel 就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啊，反正后来他们就发展出就发展出感情就对了，嗯哼嗯，哎，这是整整个故事是这样，但。 这个推动这个故事前进的因素是跟男生的死因有关，因为哦，照理照理来说，那个自驾车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大家认知非常安全的一件事情，嗯，所以那个系统出错是非常，因为它好像是因为系统有问题，然后就就是撞到前前面的东西，那个那个系统的问题。 就是变成他们想要有点像调查的事情这样，所以那个大概就是推动着整个剧情前进的一个因素。哦，那个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工具。这一部戏整个就是一个喜剧的氛围，你就就是要把它视为就是喜剧来看，不用对那个什么科幻的那些设定太认真。这样，对听起来是这样。有些东西蛮有趣的啊，比如说刚刚讲说那些什么阶级跟贫富的差距，就是显示在。 里面有讲到一件事，就是你享受这个就是上传服务是是有流量的，就是那那些数位人，那些数位人是要耗流量的，所以最高等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到饱的。嗯，主主角那一群人生活在那个数位豪宅里的人，就是都是吃到饱，可是他们有一个就是。 他们有一个地下楼层，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要、嗯、<哼>要,要买流量，你要你要你要花钱买几 G 的那一种這樣所以你如果流量用完了，他们那个那些数位人、那些意识就会呈现被冻结的状态，就是不能动的。除非、嗯、<哼>他的家人在在帮他处值这样子。哦，所以,所以他们活在里面是没有任何产能的，就对。 哦，对对，他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工作这些事情，对他们就是，嗯、<laughs> 可是他们就会那个世界还是有营造跟真实世界同步的日夜规律，一直、哦、让他们好好像还是活着的状态这样，嗯，因为不然不然怕怕那个意识就是会瓦解，这样就是、可能会发疯啊什么的，嗯、对对对，嗯，听起来很像之前一个那个电影，就是好像就是什么缩小人生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人他他就是。 他就同意被缩小，然后白金，因为他说我们就是什么人口爆炸还是什么的，是<那>是麦特<看>麦特戴蒙演的吗？好像是，对对对对对，哦、就他就是会被缩小成小小的，然后白金。反正我觉得是，我觉得这部不用讲太多，就是是一个很你可以很轻松看，然后蛮蛮可爱，有有点强的的剧，这样對。就是那个那个推动剧情前进的有一点类似。 像悬案，就是犯罪事件，那个只是一个完全就是推动剧情前进的因素。只是这一部就是看轻松的，可是就是我觉得它设计的蛮有趣的，嗯、它有时候还会在里边摆一些类似现实世界的科技公司这样。对，就是、哦、<laughs> 对类似彩蛋这样。反正嗯，就是喜欢看一些就是轻松的剧，蛮蛮推荐这一部。OK，就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傳，《上传天地》。对。 Upload，嗯，它是 Amazon 的啊，oh, oh, 对对对，这是 Amazon 的，没错。好，下一步叫做小太郎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个是，因为之前 Kevin 先看了、啊，然后因为我最近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很多东西。然后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Kevin 说：“诶，那我们来录一集好。”我想说：“哇，那我要生个什么东西出来好？”那我那我我告，<laughs> 交交作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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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没想到挑到一个蛮赞的，不会不不，还好还好还好，不是。我想有的时候这种像我这种很懒散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稍微比较精一点的人，像 Kevin 这样，就是他就会微微的 push 我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嗯，我进步了，我有在成长这样，好被动哦。不要不要，还好还好，其实不会很夸，其实还好，我觉我觉得蛮好看的，反正就是反正我觉得看了 Kevin 的。 就是 I G 的贴文，这样就一闪而过，这样，然后，然后，哎、欸，诶、欸、k e v i n 我觉得你那建议真的非常棒，我强烈推，我一样要再次强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任何一个有真人版跟动画版本的，嗯<哼>的，因为因为这个小太阳一个人生活，就是他有，就是真人版的跟他他他也是漫画改编的，對對對,对对对，然后然后他是先出了真人版的日剧，对。 然后跟动画的版本，所以两个都有，对，所以为了就是就是就如果要很直接的闪掉那个，就是我们看完动画已经被烙印的那个刻板印象的话，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先看真人版的，对，就是我们在哪里讲过的，在毕业那一集讲过的是，就是你从真人进到动画比较不会有。 好像因为先看了动画，然后看真人，觉得嗯，怎么找这个人这样的感觉？对对，好像是。啊、哦，那时候是在讲那个，对，在在讲 B L 事情。嗯哼嗯嗯，一个乐团的那个 B L 游剧对、啊、对。哎。啊、欸 <Okay> 哦，这样，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叫什么啊啊、哦！然后我刚刚讲要讲的就是，呃，先插一件事情，就是这一部是动画，是 Netflix 的，嗯、是。 Netflix 是独家发行的啊他、嗯，他在出这一部之前，刚好也有上架真人版这样，所以你如果有订 n e t f 两个版本你都可以看的。嗯哼，嗯哼，对。好，诶、呃，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故事内容，就是呃，就是有一位小男孩叫做诶是佐藤吧，对，佐藤小太郎。嗯嗯。嗯 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然后四五岁的男孩左右吧，就是哎、欸，反正真人版跟动画的故事基本上是一结构是有一点类似啊，当然它有一些调换的机制，这个我等下会再简单说一下。这样，嗯嗯因为这个我从别的地方我有发现到，所以我，我我觉得我刚好可以讲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哦，基本上就是这个佐藤小太阳这个小朋友，他就住进了一个就是小小的那种。 公寓哦，不知道大家大家看那种日剧能不能想象？不是不是那种市区的，不是那种市区的那种电梯电梯公寓，就是嗯嗯，一间这样子小小的，就是一个平房哦，然后前面有一个庭院那种感觉的地方，然后可能有六两层间，<層>然后两层楼了，两层楼。 对对对，两层楼，然后上下各三间左右这样，然后侧边也是楼梯走下来的、走上来的那种比较旧式的平房公寓，然后大家这样可不可以想象？嗯、对，然后就是这个佐藤小太郎小朋友，就是自己自己住进了其中一间，自己哦，对，然后反正就是他跟他的邻居，当然、嗯、他的邻居有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啊，就是一位漫画家。 然后，但是他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得过，有点像是新人奖的漫画家，就是然后有点过太爽，就颓废了一年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就看到整个人就颓颓的这样。然后，然后小太阳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孩吧。然后就是他，就是一开始就是去跟人家打招呼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个就是啊，你好，我要当你的邻居，所以他们都会送一些小小的生活用品，当成我我 我我觉得这是不是日本的一种礼礼节啊？就是好像是哦，因为你新搬到一个地方，就要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这样子。可我可是你可 e v 你有印象？其实有一些美剧好像也会有，就是当然他们会是送食物哦，对了，对不对？譬如说，他就会他就会端一盘小蛋糕或他烤的派去送给别人。这但但我会觉得日本做这件事就有一种比较拘谨的感觉、啊 对对对，就是说啊，好像打扰你们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好你好这样，对对对，反正就是嗯，然后反正那个这个这个漫画家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对？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然后他譬如说他去看了一下新闻，然后就是呃，发现就是他说什么啊，最近路上有小孩被就是绑架，还是突然就失踪什么的之类，他就开始有点担心这个小孩，然后在。 就是过程中，他逐渐跟这个小孩，就是因为像培养感情嘛，还是就是莫名的，好像自己就愿意负起协助他或者是照顾他的责任。因为这跟这跟就是漫画家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啊。哦，对对对对，<但>就是他有一集的一个事件有讲这件事情，这样就是对对对，那那个漫画家就是也是父母很早就离开，所以。 他，你你就简单的理解成说，他也是对小太阳哦，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个年纪轻轻，真的是年纪轻轻超轻的这样，四五岁那一种，就就一个人住的这种，可能有点感同身受吧，就是觉得想要對對對對對想要多关心他一下之类的，嗯，对，反正就是。 故事大概就这样发展，然后跟几个其他邻居一起的互动，然后几个其他邻居也很照顾他。有个就是好像有点像流氓大叔，跟老婆离了婚 <laughs> 讲。讲到流氓大叔我，我我要讲，我觉得他长得超像极道祖父的阿龙。哦，有一点对，就是那个扮相啊，蛮像的。对我我我是没看啊，可是就是我知道这那哎，我知道极道祖父这对极道祖父的玉木红哦。 好像是玉木，好像叫玉木宏吧，那个演员。哦哦，你说真人版的？对对对，因为因为那片上<員>有动画的对对对对，我我记得我好像两个都有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是觉得那两个动画的样子摆在一起，好像蛮像的。对啊，他就是一样是一个，就好像戴墨帽<子>、戴墨镜，对，貌似黑社会这样，然后穿整套。 花花衬衫、花花西装套套装的黑道大叔，然后戴那种戴那种扁扁的墨镜，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另外的角色就是有点像酒店小姐吧，就是我觉得他类似你，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在在酒店光速店，类似风俗店那一种。对对对对对,對，就是它里面的。 其实讲来讲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故事就有点像是互相，就是这些人去帮助小太郎，或者是关心小太郎。我我觉得其实好像也比较讲到帮助，因为我觉得好像当然有帮助，啊，但我觉得他们那个比较像是就是陪他嘛。然后之后他们其实也从小太郎身上获得一些，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些，譬如说。 对漫画家来讲，他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就讲漫画家比较简单的，就是诶、欸、他就开始督促自己要比较上进一点啊之类，就是有一点互相成长。我就得从就是，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时候就，我就我有时候想一件事情，就是就譬如说在当老师，然后我我我一直心态就是觉得说，嗯，有的时候就是跟学生一起这样子，然后好像我也在学一些事情，就是嗯。 就教学乡长啊，这个这个讲起来是很八股，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laughs> 这种事情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就会从某些某些学生的某些事件的反应，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我自己应该要有一些某些成长，或者是其实某些看法是要改变，或者是其实已经不一样了之类的。对对对，那、啊、当然，嗯、呃，最后。 稍微很很很浅的讲，下，就是其实推进这整个内容，就是会逐渐很缓慢的揭露小太阳的背景，就是他为什么会一个人住这样。对对对，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超级诡异。解释这部戏的片名为什么要这样取，这样。对对对对对。呃。 很虐哦，就是 <laughs> 就是也也借由这个状态去，也借由小太阳的状态去讨论一些，就是比如说被迫早熟的儿童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一个人住，一定就是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嘛，啊，所以但不管他家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他就是有点像被迫要提早。 进入大人世界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对，当然当然这个设当然这个设定很很很动画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这个设定就是会在在会在你看动画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没那么违和。然后就是比你看真的你你比较可能比较不会去想就是合理性的问题。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动画的好处。就这个之前好像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好像有聊到，就是应应该也是同一个地方。 对，就是动画的时候，有的时候某一些某一些事情，你好像会觉得，哎，没关系，就是就是比较梦幻一点，无所谓这样子。嗯，而真人版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就你会觉得有那么一喵喵怪怪的。对，但我<對>我觉得真真人真人版也没有差到哪去了。不会，不不不，也是好看的。對,对对，我我觉得真的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 前面在讲那些，比如说什么 BL 的那个真人跟动画，我觉得很大一个因素就是那些东西某种程度上是靠需要靠颜值取胜的东西。可是小太阳这个故事，嗯、<哼>小太阳这个故事不需要，就是、嗯、<哼>就是他他他没有在讲求颜值这件事情，所以你相对而言，那种也许从动画跳到真人的落差，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但你知道那个漫画家好像真人版的演出好像也是一个杰尼斯偶像哎、欸、哦我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可是因为他的打扮就是就是邋遢的感觉对所以所以就是比较比较不是颜值取胜的嗯对,<吧>對然后我觉得真人动画各有各的好了虽然我还是会喜欢动画<有>一喜欢动画多一点点但这一部的真人就至少我。 就是我们从真人进入动画，这样这个顺序看起来我，我我不觉得真的有多不好这样。人，呃，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我我觉得，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动画的某些呈现，或者是某些片段，我觉得反而比较成人一点点。哦，对，因因为它可以，我我觉得动画讲到的事情比较多了。 就是当然、啊，当然了，当然了啊！对，對對對这个就是我刚想讲的，對對對就是诶、欸，动画版本跟真人版本其实有一点差异，就是基本上动画就是讲的事情，大概可搞不好多了百分之五十 percent 左右嘛，会太多吗？就是真人应該真人版真人版演的事件，几乎都有在动画里面出现。對,对对，可<是>啊,啊,啊,啊，还有个包含关系。对，可是动画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哦。 真人演需要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被迫受限的一些因素，但动画可能就比较没有，所以他可以讲的比较快，这样，因为动画的节奏是比较快的，这相对而言呢、啊，他可能有点像，一集里面可能讲两三个事件，这样。对对对对对,對之类的，就是呃，这件事情我在，因为我之前就是。 很以前的时候，我看那个就是有一个漫画叫做《杀手预言》，然后那个故事大概就讲说有个杀手，然后他就是他老大希望他退休，然后但是他也是要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他就不能杀人，所以就是他都把子弹的头磨钝啊，之类之把人家急晕啊，那种那种事件这样，就是呃，就是他搬到他拍我翻拍成真人版。 的电影，嗯哼，然后就是我我看到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譬如说在电影啊，或者是像像对应这小太阳的真人影集的时候，就是真人的演出，他必须要把一些就是我觉得这是呈现没才的问题啊，就是他要把一些一些东西去缩减掉，然后再去把某些东西突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做真人版的，其实还是没这么没这么直接啊，就是你要从。 不管是漫画转成真人，或是动画转成真人，其实那个剧本跟某些设定的考量，跟就是好像都得微调一下。像像真人版都都不会有一些什么酒店的场景啊，或者是嗯，还有什么幼稚园的场景是有了、啊。就是那，就我现在在说小太郎嘛对对对对对，我就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哦就是、就是动画跟。 真人版，我在猜，可能还是有一些是经费吗？还是真人版可能会有比较多受限吧？当当然動畫畫，动画要画一下也是需要时间呐。只是他总是就是直接去画就好了。可是真人版、就是，对对对对对,對,對,對就是你你要有布景啊，你要就是妆法什么，就是要认真的去做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比较需要多功夫这样。嗯啊。 另一方面，就是比如说特定情节的呈现是在真人跟动画的这个差别，就是动画就是会有可以做到一些比较浮夸，或你说比较卡通化的表现，这样。对对对对对，他可以把事情讲得比较快了，就是验证好像真人演，你总是会觉得好像需要一点比较比较多酝酿啊，就是铺陈的感觉，所以整体节奏上就是会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真人真人版本就是它有一些，因为我在猜，可能就是演演员的数量或什么的，他可能也是有一些拿捏了。所以其实有一些就是动画跟漫动，我没看过漫画，但是就有一些动画的有些角色，他是把一些一些故事稍微结合在一起摆进真人版里面。嗯 就是就是，就是、可能原原原本其实是两个不同角色，但真人版他可能把它摆在同一个人身上之类。对对对，把它捏捏在同一个人身上。对对对对对。所以，嗯，我觉得动画还是相比之下比较细细一点点，就细节比较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刚好是真的是先看完真人版、嗯、再看诶动画的版本的话，你可以把某些东西补的更完全一点。我觉得，嗯嗯，嗯就是。 在真人版有一些没办法交代到这么细的细节，在动画可以补上这样子。对，我觉得真真人版可以给大家的感觉，也许可以把它想成是，你可以想说这个故事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世界会长怎样，因为它就是真人去演。但动画就是可以让你把那个故事的去。 全貌看得更清楚，这样子，因为他就讲到的东西比较多，这样对。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整个故事的那个，我我觉得他的那个核心就是，我觉得蛮虐的。就是我我在想，就是我我在我在猜测啊，我觉得我在猜测，就是作者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他其实收集了蛮多一些，就是日本的那种，就是某些儿童的社会现况，就是。 当然，但是这比较特殊案例，就比如说家庭的不和啊，或者是家庭离婚啊，然后小孩受虐啊，他他有有一点是想要感觉也是这样没错，就是想要借由小太阳去呈现那些问题。对，就是然后不不知道我，但有没有呼吁不知道，但只是当大家看到这些事情，然后哎，如果是一个家长看到，那是不是哎你要在。嗯 多站在小孩这边想一下，或者是就是就是跟儿就是关心一些儿儿童相关的事事情呢、啊，不是生下来就没事了。对，这是、嗯、就是对对对，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是生育子女这件事，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你人生的 SOP，就是哦，你到了就必须这样做，而是你是要对一个生命负责这件事情。 嗯，所以我，我我我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真的，现在人可能已经相对而言比较少少生小孩了，所以也许你可以在真的要生养下一代之前，你可以思考的更周全一点。这样，嗯，反正我就觉得它的取材就是柔和蛮多，我猜是就是日本发生的各种。 关于就是儿童的安全啊，或者是或者是家庭啊的问题，那都发生在小太阳身上。嗯，可怜的小太阳，这是一个儿福儿福一体的啊。对啊，儿福一体啊，儿童福利。對,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他算，我觉得他算表现得蠻的蛮好，因为他不会直接把这个东西很硬的丢给你，可是。 你从那些细节，就是你去听那些细节的时候，看心里都是有点酸酸的，这样不不至于想哭吧，但是就是就是酸酸的。有啊，有有一些人是会哭的啦，就是哦。Oh, 网<好>网络<路> <laughs> 网络上很多人看到哭所以我觉就觉得看的就很虐，就是心里会酸酸的，就是因为就是就是你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 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一这一步等于是，尤其是动画版，尤其是动画版，就是他基本上是站在小太阳的观点去讲这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有时候过度天真，可是那其实就是他那个年纪的小孩在诠释事情的方式，这样。 嗯，就是、嗯、对视角是不是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真人版好像比较从从漫画,漫画家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有一点像是，所以动画又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嗯、<哼>哦，他好像就是用一个他他都把解事情用很正面的方式去解释这样子，对,对就是我我我我说小太阳对啊，就你你有时候会觉得他的想法很天，就是好像过度天真，可是你考虑到他的年纪，就会发现这这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 这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让小太阳这个角色跟他周遭的那些人，因為因为他周遭的那些邻居，其实也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嘛。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透过这小太阳跟这些人的互动，就是除了刚刚说的，就是就是什么彼此互相成长以外，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让大人可以重新站在小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的那个感觉，这样。 就是哦，对对对对我我觉得我觉得有这种意味，就是因为我我觉得有时候社会化之后，就是就是会忘记以前做小孩是什么感觉的，对，嗯哼，嗯哼，嗯，就是有一点意思，就是当然它有有些东西可能有点沉重，但我觉得就是让让自己可以重新就是去反思一些东西是蛮好的，嗯，然后我我想要讲还有几件事情，就是那个。 他是一个人住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如果先不管他是一个人住这件事，就是以被迫早手的小孩这这个议题来讲，也许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比如说有个名词叫做“亲职化儿童”，就是亲亲职亲职，就是家长的家长可能没办法好好的负起家长的责任的时候，嗯哼。

一个哥哥带着红妹，两个弟妹之类的。嗯<哼>，我覺得好像是在，好像在河边吗？还是哪里？还在公园？反正这小太阳，这、就是动画动画版的。他有他有遇到，这是一个一个哥一个哥哥带着弟妹这样子。对，好像有啊，有有有有有。我想我想到了，对对对，就是一个，而且他已经稍微有点像是可能比较像国快要搞不好快要国中阶段的年纪的小孩。 嗯，或或者国小高年级之类的，对对，国小高年级，然后他被迫要带着两个真的相对小很多、哦，就搞不好是低年级甚至幼稚园年级的，就是他他等于是借由这个小太阳的状况跟这样的另外一个孩子的状况，是呈现出啊，这这些都是被迫早熟的，只是只是不一样的状况这样，但嗯哼，这里这些状况都是就是因为该。 就是负责照顾他们的大人，没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子。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有一些事事情，一些议题，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哦，还还有一个，就、嗯、我这这这这是这样子讲起来都很 heavy 啊。但对，我、哦、真的很真的很 heavy。嗯，就是我我觉得要要生小孩，真的就是要就是要想很多。对，嗯<哼>，就是我我真的不觉得，甚至是有点反对，就是。 人类把生小孩当成人生的 SOP 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很可，嗯嗯、这很可怕的。嗯嗯、哦，然后好，这是最后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案例嘛。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蛮深刻，就是应该是其中一个邻居、啊，就是后来来的那个女生，就是她在她身上表现的议题，就是因为我个人都是比较关注一些跟性别有关的东西，她那个角色刚好展现出就是。 女生被那个社会赋予的期待跟责任或想象，啊、就是女生会被社会预设你应该要懂得跟小孩相处这件事。对，动画版的中中后后中后半段对对，新新的女女生角色这样。 对对对对对,對因，因为因为我我们刚刚说每个角每个配角身上都有一些议题嘛，比如说漫画家有他自己的问题，嗯、<哼>那个看起来看起来像黑道大哥的，他有他自己的问题，这样嗯<哼>，就是每个角色都有各自自己的遭遇啊。那一个就是后来出现的女生，就是她身上的事情，就是她就是属于不太会跟小孩互动。啊、你要讲那个也有一点 sad，就是、啊、这，就是这件事，我觉得是呃。 以我的以以我的观点来说，我觉得生理男可能是比较少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嗯嗯，嗯女性被社会赋予的期待，就是哦，你应该天生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会生小孩这件事情啊，会生小孩字面上是这样讲，但后面的期待可能是你要会照顾小孩 嗯，<noise> 你要对很懂得跟小孩相处，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就是也一样，就是可以反思这件事到底合不合理的问题，对，嗯哼，就嗯，就是有一些可以 <laughs> 可以突破大家对既既定想法的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刚好看这个的好处是因为他一次把这个东西就有点洪水法的感觉，很多东西就一直就如多，你大概一个礼拜内看完的话，就是我觉得一次就是中 很大量关于儿童这件事情的的的内容，就你一直堆堆积给你，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去思考这件事情，感觉就会就会蛮蛮有的。像我现在就觉得，我小太阳症候群这样，就是 <laughs> 哦，就就比如说，因为因为如果真的像平常，假说我们真的看到某些新闻事件啊，而是突然单个点跳出来，就是也不会。 就是就是就是可能比较不会这么有感触吧，还是就顶多就是可能哎、欸、一下就又过去了。可是我觉得就是你看完这一整出剧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稍微泡在这个情境里面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我觉得蛮蛮蛮蛮蛮打到点的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人人都是比较喜欢看故事的，而不是那种就是那那些报道不不管。 就算是影片的报道给你看，你也是可能看过就就这样过去。嗯，可是有些事情用故事的方式传达，效果是不一样的。哦那里面讲到那个，还有还有一段就是在讲那个塑胶手套啊，哦、就是好像有一这，因为因为他，因为我总觉得我以前也感觉也有听过类似的事情，就是。 就是不知道是新闻还是什么，whatever。就是我觉得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就是他就是说妈妈的这个角色，或者是是随便，反正就可能是妈妈这个角色，她生完小孩之后发现她她很不管是什么因素啊，就有些可能就是因为啊，她跟家里的情况就变，或她变，她很不喜欢她的小孩。但是这个好像也不是不不全然说是妈妈的错，<要>那搞不好也就是一些就是。 各种怎么怎么机缘巧合，随便就是就造就了这个现况。然后他妈妈要帮他小孩换衣服，他是不想碰到他的小孩。他已经有一点，一样，我觉得那应该也是一种强迫症或视觉失调的状况，就是他得要戴着塑胶手套帮他小孩换衣服。嗯，我感觉超硬诶、欸，是是？这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就是背后原因有很多、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他可能本来就是。 不是自愿生小孩而、啊、有时候可能就是生完之后，类似比如说荷荷尔蒙变化的那种，可能产后忧郁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對，这不管是什么原因，总是会，总之就是他等于是告诉观众说，并不是女人天生生完小孩哦，就就是很很很很懂得照顾小孩，就就应该要会照顾小孩这样。就是，嗯、就他就是真的演给你看这样子。 嗯，这我而而且我觉得，如果再更放大一点，这议题再更看得更广一点，就是女性也天生被赋予就是应该要照顾旁人的情感这件事情。嗯<哼>，就是如果是如果是一个群体里面，女性总是被赋予，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 呃，要打点大家，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女生可能就是要帮大家就是倒茶水、准备点心的那种角色，这样子开会的时候，呃、对，嗯、<哼>就是她总是必须负责情感劳动了。讲讲简单一点是这样，所以，嗯嗯、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合理吗？对，对，就是没错，他就是透过那些事件去,去演给你看，对，就是嗯。 透过故事比较容易去反思一些事情啊，对，是的。好了，一个看起来完全无害的片名，然后内容极度哈扣 <laughs>、啊。哦，对我想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觉得动画的画风没有很喜欢，但我觉得真的不要被这件事影响，这样就是看下去就对。哦、对，因为有些人觉得好像画风就把它拒于门外的感觉，但我是觉得还好啊。 对，但如如果如果对画风没有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就是你应要耐着性子看下去。这样，如果你对题材有兴趣，就就看下去、嗯。我觉得题材蛮重，<laughs> 我觉得题材蛮硬的，这蛮重要，而且蛮硬。<laughs> 我大概可以我大概可以想象为什么对这画风有的人会不习惯，因为就是他那个眼，主要是眼睛的画法不太一样。其实也就其实也就也就他跟漫画家哎、欸，他就故意画一个死鱼眼，这样就是我我我。<laughs> 我我觉得他那个意图其实蛮明显的，就是他就是要让你知道，就这两个人就是就是相对在某些就是情情况比较就是 fuck up，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是比较觉比较不容易展现自己的情绪，比较压抑的人。 对，然后你看那个那个小太阳一直用它哦，因为它里面有个设定，就是小太阳很喜欢看一个卡通，然后那卡通就是一个呃大将军，就是一个动画角色就对，然后就看、哦、对这刚,刚没这这刚,刚没讲的对，然后他会呃这，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遗憾，因为毕竟我们不会讲日语，所以某一些就是日语的那个，譬如说语调啊，或者是呃。 就然后，但是 Netflix 它有稍微把它弄成那个，就很像文言文啊。我我我觉得这只动画比真人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动画去强调他模仿将军大人讲话的那种文言感，他在字幕上对对对对对处理的比较比较明显，对对对，这是什么在下、啊真？真的，对对，真人版的字幕就太白化了。 英文版就只有谁谁某某大人，某大人，就是他称呼他的朋友、他的邻居都会叫某某大人、某某大人呢、啊？对，因为因为这是如果你要用中文字幕去模拟他怪腔怪调的讲话方式的话，应该就是要在那个文言的味道、文言文的味道要加重一点，这样子。对，我覺得那個、动画本。 有呈现比较多翻译的学问，这、就是对，對對,对对对对对对，<laughs> 那那是另外一层，另外一个故事。对，就是动动画版的翻译，我觉得有稍微可以让你比较感受到，就是小太阳那样讲话，然后感觉是他想要跟人亲近，但是他好像也没有真的非常信任，可以这样讲吗？好像有一点点吧，我自己这样感觉哦。

你你就想象一个人，他跟你讲话都是用文文言文在讲话，而而且是事实上文言文本来也不是拿来说话用的，就是文言文是拿来记录的的的一种文的一种文体嘛。也是事实上古人讲话也不是那样的。对，但你就想象说，如果有一个人现实生活中用文言文在讲话是什么感觉？对，大概就是小太阳小太阳讲话的方式。嗯哼，对，总之对，总之就是推荐大家去看。 哦，哈扣的，做好心理准备就可以去看。嗯，哈扣小太郎，无害片名又又一出这样。<laughs>